很多年来的消费习惯，但是台湾是一个亚热带的气候，我们的温度是很高的。那我们的猪肉呢，如果在一个没有冷藏的环境底下，它其实很容易变质，甚至于腐败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大家能够改变一个习惯，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储存环境，让我们的猪肉可以在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去保存，让它是一个最适合干净卫生的条件之下让我们来使用。那从此呢，你在这个零度的这个保存的环境底下呢，让我们的猪肉有一段时间的熟成，会让你的猪肉的风味更好，口感更佳。